炎夏日，来上一杯清凉冰咖啡，提神洗脑再好不过了。不过冰块融化后总是会把咖啡味稀释掉，现在有个新妙招，只要把咖啡倒进制冰盒里，冰进冰箱，随时都能喝到绝不走味的冰咖啡。想要喝香醇冰咖啡，只要像这样子把咖啡做成咖啡冰块，再加入牛奶，保证这杯冰咖啡浓醇香。另外，许多单身女生总是会碰到一个问题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酱料瓶，瓶盖有够紧，怎么转都转不开。其实只要在瓶盖上粘上强力胶带或是封箱胶带，粘紧后用力拉，就能轻松开罐咯。